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今天玩的这款游戏是《第七史诗》，然后是日式的这种回合打击的动画打击动画的特效比较充足的游戏，然后是偏比较像是什么欧洲大陆之类的。迪彩用欧乐闭式的身体创造世界。并且为了保佑世界和万物生命，赐予了圣约。他说：“若灾难降临这片大地，圣约的继承者会苏醒过来，拯救世人。第六个世界和堕落的太阳。”序幕。OK，看起来是没有语音的。拉斯艾尔克雷尔，他有声音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魔神的主要部队居然进攻到此地。我觉得我玩 BS 这个还有点钝呢。脸色不太好，阿斯。情况都演变成这样，也是无可奈何的。不过还是不能轻言放弃。你身为圣约继承者，是这个世界的最后希望。真的很钝呢。我已经按了。女神的信念和约定都放在你身上，你都放弃的话，那谁来带领这个世界呢？我觉得我 BS 的那个设定是要调低一点的，好钝哦。好了，我调一下好了。那我是师父拯救这个世界的使命所诞生的圣约继承者。这个剧情好中二，有点类似就是宇宙真正起来吧。你继承者也会追随拉斯先生走到最后。基于这层意义，今天的特别单挂，在这时候你还能平安失去好吗？幸好这个没事，还真神奇。好几天了，噔噔，下集果然天无绝人之路。没有时间聊天，要快点前往生物中心。要在那里恢复生命之力，才能对抗龙神恶鬼拉夫。绝佳的应该很美妙。此时需要稍微放松一点。好，你看，因为为了声音竟然给大了一点，不是也回到平常那种心灵动态的表情吗？气色确实比刚才好一点，可是不能太过松懈。要记住，我们今天的战斗会决定这世界的命运。我会记住的，骑士。大家出发前往森林，恢复力量后准备最后战斗。点击强度方向画面的话，我就能播放下一段。一直按着就完了。오늘도행운이따른다고했어요。玩一场火车游戏，能选的首要机器人就是一人机。点击的话，可以用现在手游技能高级点。啊！切双剑。用普通一级的话，可以引发棒球场夹攻的强力攻击。여기야，기다려요。好久不见。행운이따를거예요。美青年的气势冲锋而来，压倒性的力量和兵力。如果我们那股力量的话，首先呢，只要有圣月恢复生命力，我们也能和龙神月跟阿夫抗衡。一直要战斗起来，我们的龙月先生，我一定会辅助你的。大家有看到他胜利了，可是我不好预感，一股巨大的黑暗之气来袭。我想呢，龙神月跟阿夫应该亲自现身，那样的话就我来阻挡，我会亲自前往胜利。看看我这个平凡的人类，我们再次继承了整个三分力量不是更好吗？我们等他留下来，他无疑是自杀的行为。别误会了，阿斯，我不是为了你才出来留下来的，我是为了想要留下来守护这个世界。那么，相信龙神守护世界的人，应该只有身为幸运继承者的能力的。你有时间担心我的性命的话，还不如用来担心世界的命运。对不对？我们将这生命给你，您看，他会感应的。注定吧，交给我吧。
你怎么会？啊，知道了，我让他看到了。平时唠叨的说别人天天骂我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已经胡扯多了。那是当然，我们要再见。相信我这个生命继承者吧，还有你神。王神和使者还有魔物，从现在起由我维德瑞伊杰拉的大将军来对付。没问题的。打死一个人就可以发动技能。女神拼凑了无法获得救援的世界碎片，然后重新说了一次：苏醒吧，这不是结束。崭新的开始 ，Chamber One，Chamber。前被神兽和继承者还有迪亚尼的女王陛下击败了。
对，拉斯大人在模型过来时也是很香甜，所以被赶出王城到来这里了。随便，第一集有没有相逢？这是在，可是他刚刚说魔神就被消灭了，这不是回到，不是回到之前的事情。你是那么讲，那不可能。算了，今天没事，我会告诉你，我先走了。물러나지 않는다면 베어버릴 뿐. 도망칠 수 없어. 자, 정리해 볼까? 하이야! 首先应该告诉我现在是几年吗？元年为基础的话是世纪二年，是我在原神在将军的话会停止二十年后。嗯，我目前原神的存在就是三年之前不到了，但是据夜之一族训练下的话，就将原神封住。因为你找你之后的这件事，他去体验，完成新剧中的生活。小屁孩，这关打完就好了。第二次，艾德勒王子，艾德勒王子，我知道了。我到当飞利王来，我当魔戒了，又绑架了。
냄새 안 나. 영원한 맹세요. 질 수 없지. 명하노니 승리. 곁에 있을게요. 꽃의 맹세. 내가 상대하지. 응답하라. 진짜는 지금부터야. 각오하세요. 질 수 없지. 명을 따르게. 도망칠 수 없어. 안식을 드리죠. 내가 상대하지. 여기야! 진짜는 지금부터야. 好像很厉害。哦，好可爱。结缘完成的乙星英雄，接收。那个名副英雄。哇，저요？저한테인사하신거예요？진짜요？
왔어. 拒绝，先允许是没关系啊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下角，听到的时候你将记得打开动个信片，你就要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次收看，拜拜。